又回到我们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钟，多爱自己一点点，我是念洛。在今天学校没教的生命课当中，又来到我们每个月呢为所有朋友们邀请到我们哈佛心灵成长协会的刘新阳医师来到空中陪伴大伙一块来谈心，赶快来邀请我们的刘医师。刘医师好。念洛好，各位听众晚安。我想今天要跟刘医师谈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我想多爱自己一点点在每个礼拜的时间播出啊，除了有人呢关心到每个月底的静心的这个时刻以外，还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圆缺之间的一个心灵单元呢。我常也会揭露我们刘医师的心灵日记跟大伙来讨论。然后听众朋友最近的回应很可爱哦，都在谈说哇，念洛那个心灵文章好有意思哦，从哪里来的。那后来我就回头去观察一下自己所揭露的这篇文章，是都跟我们的寓言故事很有关系。是，对，那寓言故事其实谈到都是一些隐喻人生的道理啦，或想法跟观念。后来刘师我发现到大家都好爱听故事哦，对不对？是，人们平常讲话目的是表达一个想法，大抵是它背后隐藏着某一些理由了啊。那有一些是单纯的理由，有些是复杂的。单纯的比如说邀请人 吃顿饭啦，看场电影啦，一个简单的事讨论，这单纯。但有些是复杂的，比如说先生有话不好跟太太讲，某一个不恰当的习惯，或者父母有话呢不好跟孩子说，因为孩子正好在叛逆期，或者孩子们呢长大了有话想跟 老年的父母讲也不好讲，或者是教育啊，那么去不见得是老师教育孩子，可能是某一个人想教育或者去感化另外一个人。那么所以讲话有很多模式，一个叫做一箭穿心，一针见血，一针见血，好，那一个就是比较迂回的方式。谈谈最基本的讲话艺术吧。讲话啊，你知道很有趣吗？经常不是讲话的内容对不对？是方法对不对？方法对不对？我讲个小例子吧。我认识一个人呢，他住国外，他有一个很大的家具公司，雇了一些 salesman， 就中间有一个。有一个小姐我在美国那时候见过她，叫 Mary。 那 Mary 她是还不错的一个 salesman， 但是有一天呢，那这个老板呢就非常火大，您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拿起马克杯啊，就泡了一杯咖啡，一端起杯子看到杯口上有一个猩红色的唇印，他就马上就冲到这个办公室外面，就大声喊是谁。那好了，用猩红色的口红的那种形态唇印也不会很多人嘛， Mary 就出现了。他就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一个人犯错不要问他为什么，他既然做了他必定有某一个理由了，没错。所以问为什么这个方法是有一点怪怪的。然后他就顺便提到了他的母亲，他在讲 Mary 的时候提到他的母亲，您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你要讲一个人你就不要提到他的家人嘛。没错没错，懂我意思。那 Mary 大话不说离开办公室就辞职，但后来是被这个 owner 的这个太太啊，就是劝留了。那这件事情其实这个 owner 后来也觉得不妥，他就最后就讲一句话，他说我讲的内容都是对的，但是我可能应该换一个方法，对对不对？那对 Mary 来讲 owner 讲的也都是对的，但是在他的情绪下他也就他不能接受。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对啊，那我们上一次谈到空间，记得吗？记得。我们谈到现代人与人之间
空间好小，嗯哼，啊，那这个发生在各种形态上哦，从家里面的夫妻、孩子跟这个父母之间，嗯哼，还有同事之间，还有上司跟下属这种，或者我们甚至于跟路人之间，我们经常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很温馨的空间。那我们在生活中紧张焦虑，经常在一个对立的状态。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隐喻啊，嗯，我等会就很想讲你刚刚提到的隐喻，因为我也忘了，但我觉得好有意思。那但是我要带一个头，uh-huh. 啊，这个头就是说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嗯，啊，言语是很通常用的方法嘛，啊，那我们为什么经常会用一个非常直接的言语去面对一个现象，面对一个人、一堆人或者一个团体？因为我们的心很急，嗯，我们急着想表达我们的不开心，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见，啊，我们的对立的这种情绪，我们经常会用很直接的手法在，我们就从这个来谈起吧。那么其实人与人之间呢，经常最有效的方法是如果要直接哈，我们讲最基本的，请把讲话的速度慢一点，放慢一点，对，嗯，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说你混蛋，然后你不要讲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批评您啊，我总觉得你是个混蛋，嗯哼，是不是这两个就很大的不同了？啊，是不是就有差？是。那所以讲话的这种模式是绝对有差的。好，所以你看，直接也有方法。那如果我间接一点呢？嗯哼，间接一点，我譬如说，我不直接讲你，我讲另外一个人。是啊，我用另外一个人讲。我跟各位讲啊，其实我们经常都没有这个迂回的艺术。嗯哼，你知道迂回是个很好的艺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今天不是在讲面对的当事人哈，嗯，你直接在讲这件事儿，他不会有压力，因为他不知道你讲的是事实上这个事件是跟他有关的。因为你用的是一个隐喻的模式嘛，嗯，隐喻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当你在讲一件事情，那个听到的人的感觉是与他无关。各位看电影啊，电影里打打杀杀的你不会在乎嘛，嗯，人家掏出来的机关枪、火箭筒你也不怕呀，快车压过来，嗯，因为你知道那是电影，与我无关嘛，嗯哼。所以今天人很有趣，我们经常生命中我们经常用错误的方法，但是你经常得到坏的答案，然后这个人可以几十年依然用错误的方法，嗯哼，然后依然去承受坏的答案，他不愿意改。您知道迂回是多么美妙的一个方法，嗯哼。第一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因为你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只要技巧一点，他不会知道是对他讲。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知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常想要去改变一个人，我们讲话人家不听吗？嗯哼，因为他听的是思想，哦，他思想在一边听一边在琢磨，嗯，一边甚至于是在对抗，嗯，因为当你在批评他的时候，所以我们思想一听到人家批评一个人啊，你譬如我讲说念洛是这样子，我必须对您有一点批评，你看你马上汗毛就竖立起来，嗯，你心里在想说那你讲，对，那个防卫系统马上就出来了，那个，所有的汗毛，嗯，都抬起了武器，嗯哼，啊，他是有对抗性的。而任何思想下在聆听一个批评的时候，你放心，他学习的很难。所以你经常会，你知道夫妻吵架，孩子跟父母跟孩子在对立的时候经常会很痛苦，他说为什么我讲的这么对他不听？因为当思想在聆听的时候都带着情绪的，
当情绪当道的时候你无法聆听、嗯哼啊、所以你今天你真的希望教育一个人吗？你要迂回，迂回是个很有趣的方法、啊、那我刚要再拉回来哈，谈在心理学中间迂回的时候潜意识在听、嗯、哼当我很放松的时候我在听你讲一个讲个某一个隐喻、啊、我的潜意识在听，我潜意识在听的时候它打开了，它不带对抗的、嗯、哼，然后潜意识在聆听一个迂回的讯息，它会收入那个讯息、啊、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嗯、我讲这个这是我看的一个电影，是 威尔斯·史密斯 演的一个黑人、啊嗯、演得很好，他演一个骗子，那他这个故事太长了，我要稍微变化缩短一点。他骗一个人，怎么骗法呢？他带着他的女朋友去看打橄榄球，但这个本身已经在设局了，那他坐在某一个中国人的旁边，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故事，好像是波士顿，在波士顿的球场、嗯、那在过程中间他跟这个比赛过程中他跟这个女朋友就在打赌，他打赌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旁边那个中国人在听，而这个中国人是在就是等于社会上很有名的一个爱赌的中国人、哦、什么都赌、啊、他是爱赌出名的，他们俩就在对赌的时候激起了这个中国人的兴趣，他就加入赌博、嗯、哼，那刚开始 Will Smith 跟这个中国人之间的赌博也只有$10十块钱到100到1000到10000还到了100000呢，而且 Will Smith 每次都有的时候赢，但到了后来就开始输了，到了100000都输了，然后最后就这是个故事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有趣的变动哈，到了最后呢 Will Smith 引导他说他要赌$200,000，嗯哼，那个人就笑笑，因为他在赌好像多少钱的时候 Will Smith 又输掉了， Will Smith 变得恼羞成怒，就跟这个中国人讲，爱赌的中国人就说，那我现在要赌200万，好像是这个样的、哦、数字也许有点出入，那个人说不要开玩笑，我不跟你赌，他说那你不敢赌啊什么，说我跟你赌的东西你有兴趣吗？他要这个中国人看着球场上任何一个球员球衣的号码不要告诉他、嗯、哼哼，然后他要猜出来那个号码，哦，酷、啊嗯、很酷耶、嗯、结果他还是不同意，他说你这个打赌，这个中国人是个其实蛮有这种江湖这种道德观啦、嗯、道义，他说不要吧，哪有人这样子输钱的，那他说我告诉你，现在我不猜，我让我女朋友猜，那就更夸张了嘛，而且他猜的时候我不讲话、嗯、哼，结果这个人想说，好，你真的那么爱输钱，我们就来赌，他就拿一个望远镜、哦、就看了大概差不多10-20秒后选了一个号码，他就问 Will Smith 说，那我要不要把这个号码记下来、嗯、先写下来嘛、嗯、对， Will Smith 说我相信你，你不要，因为这个人在外面是很知名的讲这种江湖的这种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嗯、啊，这样子，结果他就叫女朋友看，就是女朋友看了半天呢，他选了一个大概是53号，嗯哼，他就转头给那个、嗯、跟那个中国人讲，嗯，那个中国人惊呆了，啊哈，真的就是53号、嗯、你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吗？不知道哎，可是呢，听到刘医师这么问呢，我相信很多好朋友很好奇，对啊，这故事怎么来的呢？继续，我们要邀请刘医师来把这个故事谈完。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坐在中国人的旁边是布局好的、哦、然后他们开始赌，引诱中国人加入赌博也是布局好的，从小的这个赌注到大赌注也是布局好的，好、哦，然后最后的那个200万也是布局好的，那他怎么能够去、
让中国人讲出那个号码呢，他在这个当天啊、这个赌博的对啊，这个赌博当天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布局让他看那个号码。哦，从各种地方、嗯哼啊、是不是五十三号我记不得，我们姑称是五十三号看那个号码、嗯、一直看、嗯、哼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他在当时决定就是五十三号、uh-huh, 有趣的例子哈，是，所以我这样子这个也叫做预言、uh-huh. 我已经在告诉你一些事情了。我们的潜意识不喜欢被批判，你不要说念落，我觉得你这个人做人讲话实在是给人不留余地，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子做人是失败的吗、uh-huh. 念落，也许你真的是这个个性，你会直接说那又怎么样、uh-huh. 对对对对不对、uh-huh. 那如果你也许你换个某个方法你讲完就走了，你是迂回的方法，念落他潜意识接到，他忽然间他有了某种不一样的感受、嗯、各位有没有去看过一个电影充满着温馨感动，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乞丐你本来不给钱你也给钱了这也是、uh-huh. 这就是一个隐喻带来的效果，对，一个隐喻、嗯啊、带来的效果。我再举一个隐喻的例子给你听，我们人自以为活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中是用自由意志，对不对？你完全打错了、嗯，我们人是被催眠的。嗯哼，好，各位有没有去想象到一个皮包像 Hermes 为什么可以卖几百万那是什么样的牛做成的一个皮包？嗯哼，一个衣服 cutting 它的剪裁再好为什么可以卖十万块以上？为什么 Nike 它多了那一撇，他硬是卖衬衫要比别人卖超过一倍以上，是吗？就你看球鞋也是、嗯、为什么去买一个球员的某个名人的限量的球鞋要花好贵好贵的钱、啊、为什么我们会去买这个电视上一直在宣称的某一种中药、嗯、哼成药、嗯、哼保肝有一些产品、啊、我们经常在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在做一个我们主动自愿的没有被强迫的一个很好的独立的决定、嗯、完全错误像我帮人做催眠有段时间，我们在催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有趣的，比如说做子宫回溯，比如说做前世回溯，我还可以邀请他见到他的神、啊、但是这都不重要。有些催眠变成是一个游戏，变成是一个好奇、啊、我帮人做催眠都是有一个善良的目的，做什么呢？帮他在潜意识中、哦、不经意的植入冥因、嗯、很多形态的冥因，譬如说植入去对抗惧怕的冥因，让他激发缺乏信心的、啊、缺乏 信心激发信心的冥因，或者是、激发对于生命中的热忱，或者是缺乏自由如何激起他能够自由。那我们在过程中间因为那时候潜意识是打开的嘛，我们就开始去用迂回的方法、嗯、哼，我们很少只说念落从今而后当你在面对工作的时候请你不要再担心害怕跟恐惧了，你要抱着一个自由的一个勇敢的信心去好好的面对每一天的节目，让你的节目能够发光发亮完蛋、嗯、哼，你直接的叫一个人要勇敢、啊、直接叫一个人、啊、叫他去做某件事情可难了。没错、嗯、要透过潜意识，潜意识本身呢它是有超凡能力，但是它不接受一般讯息、嗯、哼
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个人生的大秘密、嗯、你知道吗，我现在跟您在讲话，我要说服你吗，我就需要慢慢这样子讲。你有没有发现我讲得慢，而且我有一个节奏，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不会激发情绪吗、嗯、哼，事实上、我慢慢的会引导你的潜意识，这时候正在打开听我讲话这个时候我们讲什么、只要得体他都反而听、嗯、哼，所以声音大的不听哦，没错、嗯、声音小的听，直接的不听哦，迂回的听啊，会不会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完全不知道原来自己喜欢听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对不对？所以怪不得每一次我们在分享心灵故事的时候、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社会地位的好朋友们、他们在聆听同一篇文章、在他们内在里面产生的发酵的效应是完全不同的。是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哲学，不同的知识，不同背景、我们在聆听一个故事、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比如我刚刚讲到说念落、讲一堆话，他单调到没有内容，它就是一个指责、嗯、哼，但是当我讲出一个有层次的内容呢、这里面有不同的深度、那有趣的是不同的人在看一个预言，他们所领受的其实不一定都一样、但是会蛮有趣的。像你刚刚提到生命的乞丐，嗯，对，生命乞丐是我大概3-4年前做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谈一个、有趣的一个生命观，就是生命不是往外求，是往内去观、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议题。其实今天很想请这个刘医师来谈这个部分，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就是发现到好多人喜欢听故事，既然如果能够把我们潜意识打开聆听他的话、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每一篇故事来做自我觉察和内观这件事情？是，太好了。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听哈佛心灵成长协会的刘新阳医师带来的这个隐喻故事《生命的乞丐》。现在呢，赶快来听听刘医师怎么说。那个故事的起源是这样子的，那个故事我取那个名字啊，我觉得还不错，叫生命的乞丐。生命的乞丐你一听啊就知道在生命中有一个乞丐、他在谈有一个老乞丐、他每一天都是缓慢的步伐，屈辱的身躯、那在街上祈祷，那他永远呢都会拎着一个老旧的皮箱、那个黄斑累累老旧的皮箱，然后他祈祷的时候就会找个街边呢，然后就坐在那个皮箱上，就每一次人家走过去就是老先生老太太请可怜我这个老乞丐施舍我一点。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智者就经过了，就看到这一个在痛苦困难困境中一直要求施舍的一个老乞丐，他心有不舍、就决定要帮助他。那 我在这个、生命的乞丐这个影片呢、我用的是、爱因斯坦因为 我是用一个图片加文字嘛、加上我的声音，对对啊，但我相信 您在讲这个故事比我可好听万倍了没有，对啊、那我用的是爱因斯坦白白的头发哈，他就走过去就对这个乞丐说，说先生，说您这么多年一直辛辛苦苦的乞讨，因为您、总是缺钱嘛，你有没有去想象过您根本就不必乞讨，你呢平常坐在这个老旧这个斑驳这个老旧的皮箱呢，事实上它的里面有你要的东西，为什么你老是忙着对外乞讨、而不能够对内去打开你的皮箱，花一点时间看看里面的东西呢？老乞丐说，你不要烦我了，
说这个我现在正忙着乞讨啊，对啊，那你叫我今天又要去检查这个皮箱，我很忙。就这个我不知道故事是不是大概这个样子啊，是是是，就这个、嗯、这个智者也就转头走了。这个老乞丐左想右想说，他今天这么讲好像也是有一点怪怪的，我这个人呢、啊、每天就是忙着、啊、一到白天就出来乞讨，我都在外面讨，我都没有好好对内看。所以他就打开了皮箱，他惊呆了，皮箱里都是充满着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这故事很简单、哦嗯哼嗯、哼，简直是一个简单的小小的床边的童话故事，但它的隐喻很深。它深到我讲完这个故事我并没有再讲我就走了嘛，深到你其实你听我讲这故事，你说阿姆和夏尔山讲的故事，其实他已经潜意识被催眠的。他告诉你几句话是什么？不要笨笨的往外找。没错啊、哦，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对不对？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好不好？好啊，这个故事啊、嗯、我也好像也放在网站了，叫做到外面找针，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哈哈，这个一个繁忙的街上啊，人行来往啊很频繁。这时候呢，好多人就觉得很怪，因为看到一个老年人呢，啊，去了的身躯呢，一直低着头往地上看，好像找什么东西。就有些人就好奇了，就问说：“老先生。”所以你忙着这个低个头啊，低着头往下看，您看什么找什么、啊、他是这样子啊，他说我缝衣服掉了根针呢、啊嗯、哼，我就想这个掉了个针啊可得好好找找，我就在现在街上找针，那大家都听了之后都笑得、啊、满地打滚嘛。说老先生您迷惑了，您这个缝衣服在家缝，这个针掉了在家掉，你怎么会跑到外面找针呢？这个老先生就是点头笑一笑也不回答啊、哦。那眼看着天后晚了，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地面了，就转头回家了。这个故事就不讲了。嗯哼，这个故事谁是聪明人啊、哦？谁是生命的智者，谁是生命的笨蛋呢？嗯哼，当年轻人告诉这个老先生，叫老先生找针要回家找，对不对？然后老先生其实是要教育这个年轻人，既然你都知道叫我回家找，为什么你要在外面找呢？是，嗯，对不对？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哦，他们不快乐，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前生命穷困嘛，年轻人没有去思考快乐不快乐的理由、嗯、他永远得找一个赶快找个工作，工作也不好找，薪水也不高，所以以前的人忙着活下去已经没有去思考到底我的生命值不值得，好不好，快不快乐、哦、我们变成很宿命、嗯、宿命有的时候在某个角度讲未尝、哦、它反而令生活简单化。没错，但现在年轻人家境也好，书都念了，可是他不想上班，他觉得上班是一个超级的痛苦，那就算上班也要找一个让他快乐的上班，所以他不是要去上班，他是要从工作找快乐，这可难了、啊、呵呵。现在很多的工作年轻人、啊、比较倾向于挑三拣四，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变成在走向一条虚无主义的路、嗯、哼，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感知他们生命中该怎么做怎么走，也无法快乐，在这样子的一种很矛盾的不愉快的情绪下忙着天天往外走啊，往外参加聚会啦，夜店啦、嗯、哼啊，朋友之间嬉笑啦，群组啦，手机啦，等等，找不到，好像找不到一条快乐之道。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平均数上不快乐的比例跟以前比的确是高高很多、哦、对、嗯、我不管讲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是这个唯物世界好、的一个集体潜意识下的一个大迷失，但是都不是很快乐。然后你看人不快乐了、他们在行动中每一天睁开眼睛都在想那我怎么快乐，所以就忙着往外去往外，但是他们越走越惶恐，所以我就会偶获就会有一些把自己放在一个轻生边缘的年轻人、嗯哼找我。那我经常我非常非常惋惜跟心痛的惋惜啊跟心痛的是他们的生命一点都不会不好、哎、就以我们这个年代了哈去观看客观角度无一不好、他们健康、客观环境好知识高、都好，但他们不快乐。所以人就是有趣，如果假设我今天掉入一个池沼，我重复一个对外的模式、嗯、哼我找不到快乐，那我该怎么办？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刻意谈宗教但是极多数的宗教都是叫你对内求像佛家就会谈叫你安静、嗯、哼放松去觉察自己的内在就对内观于是我怎么观我自己呀、不是一般的观啦不是带着情绪啊天天去自我分裂的观它是一种在一个宁静下无思念的观叫做对内观的定义是这个样子、嗯、不是一般在思想下批判自己生命不是这个意思。那基督教也是对内他安置一个神给你、嗯哼很多人有了一个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让心灵依靠依赖跟比较让他稳定的一个依附就会比较好。当然了他们要去相信这个神真的存在，如果有了怀疑但是效果就会大折扣就会减半、嗯、心理医生当你在跟他智商也是对内，其实一个人的不快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物质上的匮乏那么单纯，那都是表象，而是来自于内在中我们的潜意识有了一个错误的名音，不管这个名音从何而来，情绪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化学反应而已，不是吗？没错，嗯。一件事情发生在三个人身上，一个人很快乐，一个人普普通通，一个人很痛苦。事实上不是事件本身了。你有没有看到你很多既往你痛苦的事情，十年后你看你不都是淡然一笑吗？没错。所以你看那不过是一种 immediate, 一个立即性的一个化学反应而已。所以你今天你想心灵上能够一种比较快乐平静的氛围过日子吗？你要对内，你要练习去调整你内在中的这些内容，你调整的好当然效果就不错。嗯哼，嗯，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呢也一直在思考着，有时候我们很希望自己变得更好，好像呢内观这个部分也是一直想要去探索跟学习的地方。那么今天也谢谢我们刘医师哦，有分享了这么一段呢，让大伙儿好好去觉察一下哦。有时静心之后呢，潜意识升起，或许就可以协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自我观察的这个状况了。不过聊到这呢，时间有限哦，在这我要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刘新阳医师。那么有关于我们的心灵学习成长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会邀请我们刘新杨医师陪伴大伙一块的来做觉察。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要准时收听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凌晨0点到1点钟，多爱自己一点点，我们明天见，拜拜。